新年快乐，现在刚倒数完，那就不小心经过了一个要怎么讲，圣诞树布置的街哈。那现在在那个希腊的雅典，这街没有很大，但是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这上面还有楼，那我们拉近看一下。好，换另外一头。那这边可能是有马车，可是现在看不到。那换这边，上面有圣诞老公公。那这个街，就差不多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看橱窗，这个还蛮可爱的，圣诞老公公。那这边看一下，再往另外一边看一下。好了，全景。OK， 拜拜。